作业政策与程序第一项，经销商的委任资格，任何人必须年满18岁以上，必须经由一位认可的经销商保荐，正式成为经销商。独立经销商拥有权，一名活跃的经销商可享有以下公司所提供的特权：以经销商价格购买产品，奖金制度所分发的奖金，训练课程。经销商需同意遵循作业政策与程序所规定的条文和1993年直销法令，放弃经销权。经销商一旦放弃经销权，不得在6个月时间内申请为新的经销商。奖金每月2次支付给符合资格的经销商。奖金出现任何错误或没有领到奖金，必须在奖金发放日起15天之内通知公司。第二项，经销商的职责，遵守规则。经销商违反任何条规，公司将有权采取适当的行动。经销商不可散播有关公司及产品的谎言，同时不得做出任何损害或毁谤公司的声誉。不竞争，经销商不从事其他直销公司或销售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产品，公司将有权马上终止其经销权。误导，经销商不得夸诉公司的产品以误导公众。公司禁止经销商以重新包装的方式出售公司的产品。禁止诊断，经销商不得声称产品可特别治疗任何疾病。购买大量存货，囤积居奇及金字塔式销售或产品倾销。经销商削价行为一律被禁止，任何企图削价出售产品，不论是直接或间接性，一旦被发现，将赔偿以每个产品不超过10000令吉的赔款及暂停经销权，并依据条约的第3项第4部分执行。第3项，维护经销体系的原则。推荐，任何人有权选择自己的推荐人。转移推荐人，公司禁止转移上线。涉事及继承，经销商的业务可以移增。暂停或终止经销权，经销商触犯作业政策和程序的条文，公司有权暂停并终止其经销权。若经销权被暂停，他不能自称为 Return Legacy 的经销商，购买或订购产品，他不再享有经销商利益和奖金。公司有权成立独立委员会，以审查经销商的争议或违反条规。该委员会的决定为最后决定，任何投诉恕不受理。使用商标、商号及版权物，公司的所有刊物、销售辅助资料、录影带等都有著作权。任何未获批准，不得擅自使用公司标志、商标或版权刊物。第4项，产品保证。冷却期，顾客拥有10个工作天的冷却期，以考虑是否购买有关产品。在这段期间内，经销商不准递交产品或向顾客收取任何定金或款项。30天退货换货条规，产品的退还只能替换同样产品或换购其他产品，或超过同等价格的产品，需以现金填补其差额。替换产品只限在购买日起30天的期间内。破坏货物条规，不保障蓄意破坏和不当方式使用而造成的损坏或伤害。购回规则，若经销商自动放弃其经销权，要求公司购回产品当日为止，
不可超过3个月或90天。公司购回规则将退回的产品收回，并扣除已支付的奖金和奖励，即扣除18%行政费用。第五项，订购和运送程序。通过网上系统订购或出席公司购货柜台购货时，必须领取您的经销商发票。销售柜台营业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10时至下午6时。邮寄订单将寄至经销商申请表格上所述的地址。快递公司将以至多2次的运送同张订单货物至您所陈述的地址。所有被退还未交付的销售柜台的货品只有3个月的保留期，即从购买日起。任何未取回认领的货品逾期3个月后将被视为没收论。若该项目遗漏在订单上或损坏，请于14个工作日内拨电或电邮到客户服务部。第六项，互联网网站的使用。严禁经销商使用网站或其他传播通讯方法，包括群发邮件、电话行销、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广告、电台、电视、传真服务、电脑通讯网络或任何其他没有跟保荐对象亲自接触的方式作为大众传播的管道，或传播以图像、印刷品或音频为形式的信息，以达到提供创业良机、留住顾客、销售或促进产品的销售、销售或提供出售业务辅销器材的目的。网站内容必须符合 Return Legacy 的原则，并且必须含有符合当地法律的私隐权声明。在未获得 Return Legacy 书面允许之前，经销商不可在他们的网址或电子邮址内或其他网站的定位仪内使用 Return Legacy 的知识产权，其中包括商标或服务标章，或极可能与 Return Legacy 的商标或服务标章引起混淆的任何变化形式的标志。赔款。经销商必须赔偿以及保障公司免受任何因他违反作业政策和程序而导致任何人向公司索取所有的花费、要求、费用，包括在法庭起诉的委托人律师费和其他经费等。此外，经销商也必须赔偿及保障公司免受任何经销商在进行其业务时使到有关当局发出传票、起诉、控告、要求和查问、花费、赔偿、损失、负债以及一切的费用，或任何经销商的行为或疏忽导致扣押或不利或支付的损失。备注：若译文出现任何误解或含义不明，将以英语的版本为准。若需了解更详细的公司条例和条规，务必参考公司本文的完整作业政策与程序正本。以上动画演示只供参考之用，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returnlegacy.com 或下载 Return Legacy Apps。